操，还死不了了，那我上去就吃人，然后把我杀了。马老师，你有没有刀？你把我杀了吧，我也有点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有没有刀啊？我想挂个机。你是不是想啊？不是啊，你有没有刀啊？你在拖我时间。你有没有刀？你在拖我时间吧？那我受不了了。拖我时间，那我要杀你了。不对不对，你不杀我，我就杀你了。啊、哎呦！来个人把我刀了吧。我。哎，你要等一，故意让谁走了忘记了。我做了任务，我做了任务。再等两分钟，再等两分钟。你不，你跟你跟红姐，你要把我刀刀刀。红红红红，快快快！红红红红，来来来来来，快你喊他，你喊他。来来来来，我捡了一个壳。哎呀，来来，你往左边走，你往左边走。孙悟空，你往左边走。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你往左边走。你往左边走。那这把不能挂机了，马老师，没办法了。我吃两个，我太爽了。不不不不不不。你往左边走，我直接拉铃把你们俩交换。你跟他聊天，跟他聊天。不不不不，你往左边走，你往左走。你让我们有一点游戏体验。我没有吸地，有没有吸地？你马上再吃一个。我知道你往左边走，我跟你讲我的狼，我跟你讲我的队友，你把他刀了。你他把你刀了。哎，你说他是谁？左边左边。这。好好，你往左边，我看不见。哎，好好好。哎呀呀呀！哎，别报，把鱼子哎，就找鱼子酱，找鱼子酱，找鱼子酱。哇，天哪！哦，是我，秀凯被变声了。那个老叔说的肉，说他是肉汁儿。然后同叔跟我跟小修，我们几个一起往那个右边训练场说找鸡腿去。孙悟空直接迎面从训练场反方向走过来，把同叔戳了。他炫了个同叔啊！然后这把我铁好的，我做了任务，还投了十。孙悟空铁蹄虎过。我全程是跟小温在一起，然后呢中间遇到很多人，后来最后就是秀凯好像说那个猴哥是鹈鹕，然后就报警来了，没有别的信息过。我出生之后我就是满场走，然后我最后就看到了孙悟空，看到了有一个鸡腿，然后孙悟空从旁边走过，我刚刚说你为什么不报，然后他就有人报警了。哎，没事，投我吧，我吃了沙呢，我过，我把这一家都吃了。哦，我吃掉了这么多啊！好了。啊，有尸体吗？刚刚没看错。对。哇，我这一把天胡开局，我悄悄摸摸就做了任务，他们都不知道我做任务。我的妈，我一进猴哥的肚子，我以为咋了呢，这么多人。我还想去让他家。很多人这里。我不知道谁贴的我。老师我不是肉汁吗？有可能他万一吓爆的。我老竹子是跟你一起走的，然后有刀没有啊？那鱼子酱是啥呀？鱼子酱肯定是中立，肯定是中立。我都没看见有鸡腿，那也就是说还有穿啥？完了走大桥，我问你啊，怎么不拿呀？我们一起吗？我跟你一起走，妮妮，我站着，我帮你拍景。从在旁边进个球。拿那个啥去啊？不拿，人吃的都没有、啊。哎呦，脏兮兮啊！这有罐饭。就想跟我放身份，想给我拉走。还有吗？还有腿没有啊？哎呀，完了，天完了！哎呀，太拉了！这都能输啊？我刀 CD 居然没有他快，没他嘴快。声音还好，不是那个的。好听吗？我刀出来有声音吗？没刀过，就死了两个狼。哎妈，你看，等我看一眼手机呗。滚石。哦哦哦，
哇，刚刚那个滚石开的话就全死了。嗯，没事了，看一看。开喽。啊，又给提壶了，这怎么换气啊？小温度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老六来来来，老六来来来，老温真心换真心，走，这把我要换几个，真心换真心，上一把把那家吃，哈哈，你真的，快吃个人陪我，猴哥吃个人陪我，吃个人陪我，我不是狼，你如果你能吃到一个狼，那你就是最帅的那种，你知道吧？如果你能吃到。我模仿者修可爱在我面前刀了包包，然后修可爱最开始见面的时候说张西西是鸽子，然后张西西一路追着我们，然后修可爱就一直追着包包，他可能以为我是那个红名队友，所以他把包包杀了以后还试图挡尸体，挡尸体死追，所以我模仿起跳踩死修可爱过。我出生以后就跟那个德二还有轰轰鱼子酱在一起，然后能保的就是鱼子酱，没有动刀，没有别的信息。那朱大强起跳的话，感觉他的起跳力度是很强的，那我信他一手过。赶紧让我发言，受不了了。我在老厨子旁边，然后我们在营地一开始轰轰在我们旁边，然后轰轰跑了。然后跑到那个祭坛左边的时候，老厨子说我可以给你看很震撼的东西，然后我吓一跳，我以为他要嘎我，但是也没有。耶，哦，大强嘎了，那就按他说的头吧，够。哦，嗯，我可以保宋宁儿，宋宁儿跟我一直都在一起，然后老六跟顾毅在一起，老六怎么嘎了不知道，就这个星期过。那就投。投谁来着？投修开过。老厨子发言，哎，小妹妹同桌，你别胡说啊！我开局是和老六还有同桌一起复活，然后老六火急火燎的就往上窜，不知道跑哪去了。我没办法，我只能跟着同桌走。然后我是说要给他看一个很重要的、很震撼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很硬，所以我才有这个底气跟他说这个话，啊。但是他呢显得很柔弱，他怕我刀他啊，但是我没有刀啊，那就按照这个大强说的，我过啊。斗鱼故意发言，全程和鱼子酱、宋金儿、老六一起，我和老六对完身份，他出去了，准备换一个人过来对身份，为什么他死了？你和宋金儿在外面吗？为什么他死了？那不直接三狼点出来了呀，修可爱、宋金儿加鱼子酱，对吧？一二三四，如果说他们弃票的话，鹈鹕在就已经投不出去了，对吧？ OK， 行，那既然这种局的话，修可爱铁定为狼嘛，对吧？然后如果鹈鹕在就是四 v 四，没关系，我们这样，我们直接先出这个鱼子酱啊，如果出不出去，那就直接，那没办法，我带刀还能打啊，看能不能出出去，先全票打飞鱼子酱啊，问题不大，过。欺负啊，我赌一手欺负在啊，全我好队友跟我全体欺负，好，我作为一个鸽子，我为你弃票，不要刀我，不要狙我，谢谢。鱼子酱白饭汤好。这是什么票型啊，我的妈，这是什么票，坏了，鹈鹕在，没事没事，我带刀，秀凯你秀凯，我来刀，没关系，你看你的刀快吧，来，哎，鱼子酱你是什么呀，你好的吗，你好的吗，我想问一个问题啊，鱼子酱，为什么你唱歌这么好听，但是你却呆呆的，不是在等 CD 啊，好可怕，哎，等什么 CD 啊，侯老师，你告诉我你是不是？哎呀，我不是，我不是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。你走哪去？你走我肚里来了。那个，
我把鱼子酱给嘎了啊。把子酱拿到，我过。老厨的发言啊，我开局和这个同桌在一起啊，然后他给我点了几个人，我想听听他的这个说法，然后我先过。哈哈哈，故意发言。哈哈，孙悟空，两把鹈鹕是吧？来，修改双吸吸，子弹上膛，686对准孙悟空，鹈鹕，信我，信我故意。我们不要用弃票的方式来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，直接玩把帅的，把他狙死，游戏结束。啊，谁上膛？包赢，信我，玩把帅的，没错，过，狙，直接狙，怂了。可怜的何哥，不是我找不到，我在抢，找不到，我找不到了。找不到鹈鹕啊，再找这两个字。哎，我们为什么会票不够？有鹈鹕呀，有鹈鹕啊，不是没有大强啊，我相信哦，大强我点了，秀凯身上也是三票，对，秀凯也不够，七票的就多，对，所以我说你如果点的话，其他的不分票是够的，但是是这个样子的。有人点鱼是这个样子，别提了这事儿。哎妈呀！能玩了不？这他哎，服了。Hello，Hello， 猴哥。Hello， 你有没有刀？你有没有刀吧？我呀。宋女士。那我们到人多的地方说。哦。嗯，我的是在，来来，你跟我走。猪然后我冲上去把孙悟空刀了，我报的警，没有问题吧？七票过。没看着，那只能听鱼子酱有没有被炫了啊？在下面没看着，过了。哦哦，是我是我，那个我看见他们在那个祭坛那个墙角角那里站重叠站。说孙悟空吃人了，吃了鱼子酱，那就看鱼子酱是不是真正被吃了呗。证实一下嘛。啊，过。我那个猴哥他确实是鹈鹕，因为我也是他肚子里的一员，这个我是被他吃了，从一开始就被他吃了，这个我确定猴哥是这个鹈鹕，但是这一刀他是个什么刀我不能确定，因为我们是在猴哥带着我就站在那个犄角旮旯里，他也没动，他也没说话，然后这个时候就来了挺多人都站在一起，我感觉有点像混刀，因为他也没说话也没有交流啊。鱼子酱是被吃了然后看到鱼子酱被吃了动的这一刀吗？嗯，那就听鱼子酱有没有被吃吧，因为我不知道鱼子酱在猴哥肚子里，没有第二个声音呀、啊。过。我当时看见小温在右下角站着，鱼子酱、猴哥、张西西是叠在一块的，然后我没看清，就是他刀的时候到底是蹦出来谁，但我只知道多出来一个宋劲儿。他有没有吃别人我也没看清，如果他是秒吃然后秒刀的话也有可能，但真没看清。好吧，那如果是当面吃的话这一刀可以忍，如果不是当面吃的只是猴哥走过来，其实猴哥走过来就像个坏，在那边不讲话，架干嘛嘎的往那旁边一躲。哎，啊，过了。OK，老六发言，这把我全场身份最硬，我在训练场做了两个任务，好吧，两个，可能有一个要循环，还要拉弓射箭，我还没做完，但我这把全场身份最硬，等我可以找我聊，好吧，包括你们那种带刀的什么加拿大都可以来找我聊，好吧，我觉得猴哥大概率像你们这么说，大概率是鹈鹕走的，好吧，过，我认。哦，
我被吃了，然后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开始讨论了。我有点懵，确实是如他所说，因为当时我在那，我确实猴哥他是没有说话的，他是最后一个进来这个右上角待着的，然后是出来一个金儿，我看到是出来了个金儿吧，然后因为大家都叠在一块好像那会儿，然后就张西直接拍紧了，无非就认不认他这个吧。不过确实鹈鹕已经走了，定鹈鹕走了嘛，鹈鹕票过。老厨子发言，我跟鱼子酱复活在一起啊，他很怕我，怕我带刀啊，不要怕小妹妹啊，我没有刀。然后我去拉宁那里了，然后小妹妹她从公共区往左边暂存准备区走了啊，然后我去过那个拉宁那里有我、朱大强、包包还有西西，我其实在最左边，没有案发现场的这个视野啊，我再听听后面怎么说，我过啊。故意发言。贵贵，这个孙悟空三把鹈鹕啊，二星鹈鹕，这个没得假了，吃了两个人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对吧？没得跑了。那么也就是说，这种局只有三狼加鸽子了，对吧？啊，我们防一手鸽子，狼他是肯定赢不了了。我有一点要说，老六为这个做两个任务的，修可爱跟我在一块，并且呢，我从听感上认他为好，他说他身份能自证。虽然没来得及张西西为报警人，那么剩下来的包包、朱大强、宋江的同珠还有鱼子酱、小温和老厨子，很大概率出狼，对吧？这把是可以弃票的局，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，小温说金龟票，这一点我认为他是狼的发言。哎，他想让后置位人来龟票硬冲一个，冲谁就冲你小温。以我对小温的了解，在这一手他就会这样发言，知道吧？没错吧？小凯，你觉得呢？对不对？可以出他啊，过，就归票他啊，过。你，要不我们再等等吧？因为毕竟柱子死了一个鹈鹕，三个狼，他肯定是跑不掉的。刀的鹈鹕那个大概率一般都是好人吧？我们七个弃一手票，而且西西是。鱼子酱说什么？说他被吃的那个一瞬间，然后就马上拉进来，就说明就是西西看到鱼子酱被吃，然后现吃现刀的吧？对什么的？我觉得我们要不先弃一手票，等会儿再看一下，就是谁出刀，再出谁？我觉得这样比较稳一点。怎么说？你们想出小薇？他被狙了。那怎么办？那我投小薇了，走一个好人。你变得好快，我就投完了。小温不说话，弹性不足。啊，点出来了吧？你想让后这位归票，你什么心思啊？你什么心思啊？就我七七是个好人，走一个好人到底。刘两郎他们就不用担心有模仿了，我直接做任务。为啥自居我？我都说了，那是我刀的，我那刀好像是鱼子酱的。我有一个重要信息，我你说你说。OK， 我不说了。OK， 我去柳树了，我去柳树了。我跟你说，不要让鸽子赢，不要让鸽子贴，只有鸽子能有角度。怂狼的话，只有鸽子能有角度。是的，分开分开，包赢局，包赢局。这个是大强的尸体在这个未放的地方敬拜坑这里，然后我直接跟风暴身份，让风风他有任务条一格，接什么的，而且我给不风暴身份，然后我拍得起，其他人在哪里？我刚拿了一个可乐要过去喂的，其他人在哪里？我信风风了啊，过。从饭堂走开，往下面走，刚和刁德一分开，我往左，他往右。他旁边应该还有同珠吧，他前面还有一个人，我们几个肯定是没有时间，有人在我们屁股，那就听马老师上把杀了小温他提好，对不对？听他归挂。这一轮我是跟，因为我感觉上一轮德二的发言那肯定是个好的，然后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的情况下，我就一直跟着他还有同珠，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走。
不过我就是鱼子酱，他上一轮他说他被吃了，因为我在猴哥的肚子里，我怎么就那他被吃的？我想问一下，他被吃的一瞬间，是不是他会有点反应呢？那哪怕一点点的时间，他马上被刀出来了，也会有一点反应的，因为我在猴哥的肚子里，那有反应，我肯定能听到他的声音吧？我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，他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他真的被吃了吗？还是说就刀得太快了，可能我会听不到他说话过？这不重要，你们盘一下这把的位置嘛。因为之前猴哥也有这种情况，就是他自己不知道被鹈鹕吃了，但其实是被鹈鹕吃了剖出来的。但这个不重要，盘一下这把的信息就行了。我知道修可爱和那个轰轰是走在一起的，因为我是从喷泉下来刚好看见他们俩，然后我自己和宋健还有斗鱼故意在一起。包包刚说的我没太听清，你们可以复述一下。如果包包跟鱼子酱或者是老厨子中任何一个人有行程，不就是跟出另外一个吗？是这个逻辑吧？熬过了。O 的 K， 斗鱼老六发言，在我这个位置发言呢，就至关重要了，因为我聆听了一整个人的谎言。我跟修可爱从上面去对完身份，我下来的时候，确实同桌是从我们上面过来的，但他后面言简意赅的，他就直接说他跟顾毅和宋静儿在一块。他没说他后面去哪了，因为在我从墓地下来以后，墓室下来以后，我在祭坛中间，我跟修可爱往左在敬拜跟拍到的鸡腿，当时祭坛的右边是老厨子炖肉。那我的视角里，我的想法里面，我最直接的人是谁？是同桌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去哪了，因为我只接触到这两个人，我不知道同桌是往下去营地了，还是往左去敬拜坑了。如果他去敬拜坑，这个事情肯定跟他有关系，但是老厨子肯定跟他没关系，因为老厨子是往祭坛右边走的，对吧？就这么简单。那么其实很简单，在我的后面发言还有一个证人，他就是斗鱼故意。只要他能给你作证，那你就是安全的，如果他不能给你作证，那你就有可能要出局，好不好？过。我解释一下，我刚刚宋佳说他听不到我任何声音，我可能是反应比较慢，我不知道我被吃了，后来我才知道我被吃了，这个问题。然后我后面出生的时候，我就一直跟着大部队走，然后跟着大部队走，后面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消息了。看归票位是我。老厨子发言啊，我的身份我跟马老师拍过了。轰轰，我等会儿出去再包给你啊，包多了不值钱。我没被拘，马老师铁好啊，我听马老师归。我的位置不在案发地，在祭坛的右手边。轰轰这边有我视野的啊，我挂。包青易发言，老六做了个任务，邱凯给他报了身份，并且问报警人，鹈鹕已走，宋金儿同珠加我们在一块，包包刚分开，根本没有动刀时间，老厨子给我报了身份并且自证了，请问鱼子酱你哪里跑？虎头杂志哦，报。牛的，你在那牛什么？还在乱踩人？开闸，给点压力，测试一下。我发完言了，你测试我。游戏结束，你不管，还剩一匹狼，你怕是不怕？老厨子什么身份？给你报了吧。来，他给掉的一包了吗？抿出来了，抿出来了。同珠不说话，不说话，情绪不对。你是真的？我跟你说，他抢我 BGM， 谁敢杀我？同珠和包包，同珠和同珠包包，同珠包包只有这两个人。同珠加包包，游戏结束。好。哎，我去怎么开你？不好意思，因为鹈鹕走了啊，故意发言，所以很潇洒的。不是，哎，对的，做个任务呀，不能退。不好意思啊，清清爽爽啊。不说话，弹性不足啊，试出来了。我说话了，只不过你没听到。哎，不像这种情况，我就点你一手。你没有义字言义正言辞的怼我，你定为狼，不是你就是豹。五虎心理学，是吧？我是豹大王，我是没有刀人的，我连刀子都没有。我是狼，我是狼。
投我投我，请你我是狼我是狼，别搞了，投我是狼，哎呀我是狼，投我投我，炸胡，但不说我炸胡，我的乖乖，这炸胡啊，你我整个心路历程，我整个心理路程讲的清清楚楚，清清楚楚，对吧？我是当下立马讲的清清楚楚。我一个人都没到，小葱拌豆腐，刀子都没有。哎，但是你心理上活动是不对的，你心理活动是不对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是什么心理活动？哎，你心理活动是不对的，你不怼他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对，你不怼我，我没有不怼他呀。你是在点我之后问我为什么不怼你的，所以你为什么点我呢？不的不的，我点你只是你弹性，因为只有你和包包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如果你弹性足，那就一定是包包反推，对是不对？你拍了景之后，拍了景之后你再炸，设置不对，设置不对。我做了任务，但是我没有拍。什么意思？不想要爆炸王？因为你是爆炸王。不是，我说紧急任务在拍景之后。设置不对。哦，不是，好像是现在改了，都是没有那个快可以改，对，可以改，可以改。啊，可以改吗？可以改。啊，不给你改，就这样，挺好的。没事，你也会拿狼的。回来了。哎，你起码开，高补补，开。